正正姐姐的劳动成果。你今天要是不把你刚修好了，我今天我就修理你。算了吧，妈妈，您别怪他了，他也是想让我妙笔生花，考出个好成绩。那也不行，今天你不把你的笔都修完了，我跟你没完。妹妹知道错了，他这样修也会削到手的。削到手非常安全，看看就得是他一撕，修得多好啊，这多耐人。是挺耐人，把你眉笔都给削没了。啊！你要画就上一边画去，你把姐姐作品都给画了，姐姐心里得多难受啊！你看你给姐姐都给气哭了，赶紧给姐姐道歉。这不道歉，这是你画吗？姐姐，你也给她画了。哎呦我的妈！啊！我书包上了。敲痛的怪物不会去我呀，就像我陪。你是没事干了吗？你看你给你的书包抹成什么样了？姐姐还怎么办？给姐姐欺负了你买？今天你不把姐姐书包洗干净了，我跟你没完。行，姐姐，你也给她书包弄了。天天不听话，赶快手机你也别碰了，一会儿我就让你爸找个手机店给你处理喽。我可没地方处理去啊，他也卖到转转 APP。哎呦我的妈！这要求我不会，你帮我看一下。你拉倒！你说我就是你，姐姐怎么回事？我看你是无意发觉，人家姐姐招你惹你了，你就把卷子给人撕了。现在我就让姐姐进来，你今天要不给姐姐道歉，我就让你尝尝姐姐刚才是什么样的感受。我就不道歉，别给她给撕了。哎呦我的妈！下次我看你还记得不记得。可以呀，报什么报？妈妈，您别着急，我给他报。爸！姐姐，你太讨厌了！我不玩，你也别想玩。反正我最喜欢的一回怎么起来的？姐姐让你妈妈去你玩，这家伙留给你的玩具做成这样了。你别乱玩！你怎么豪横呢？你信谁了你？你要懂得尊重姐姐，这个娃娃是姐姐最喜欢的，每天晚上都抱着睡，姐姐能不心疼吗？一会儿让姐姐也把你娃娃弄了。你敢？姐姐，你也给他弄了。把我手机给我拿来，我现在就给你奶打电话，让你奶给你接走。疯了你了，屏都碎了，你看我怎揍你的！别拉动手。你太欺负人了，妈妈，你看看，我不跟你俩一人一把吗？你怎么都到你碗里了？姐姐吃人了，我还不够吃哎！别什么东西都霸占着，我是怎么教你分享的？一看着吃的就忘得一干二净，赶紧给姐姐来一把，你自己吃吧。你太抠了，咱家好吃的有的是，吃完了我再给你拿。你就不给我。行，都给你，你吃吧。姐姐，咱吃点高配水果捞，再搭配果蔬天团曲奇饼干，里面还有大块的草莓干，这么好的早晨搭配上曲奇饼干，这不太美了吗？还有这个海苔味的空心脆，嘎嘎香。你怎么把姐衣服穿上了还给画了？姐看见不得跟你急眼。你把我脸穿裙子都给画了。你给我脱下来。又怎么了？玩着手机还给姐姐衣服给画了，这能不行不下去？还怎么穿裤点？说了嘴还硬。姐姐，你也给他画了，再让你给姐姐道歉。哎呦我的妈！没钱好吧？玩什么手机？我现在就让你爸找个手机店给你手机处理喽。行，卖了钱我都给姐姐买纱裙，换一赔十。那我就让你知道不知道，姐姐摔。那就一个字，我只说一次。你给姐姐画什么玩意儿？这是。你别说话，你别把老五引来。爸爸在你心里就这地位，他要是老五，我就是武松。我
我睡一会儿觉你都不老实，你看你给姐姐画的，你怎么往你自己脸上画呢？这多 beautiful。 你又跟我顶嘴，哪只手画的，给我伸出来。妈妈，算了吧，我的脸洗下去就行了。我知道你善良，但是你妹妹这个性格，再不管她，以后她会吃亏的。妈妈，我知道您的用心，但是我是个好姐姐，您先把戒指放下吧，要不我绝对不会告诉你。她把沙发都给画了。哎呦我的妈！好啊，姐姐脸能洗下去，你把沙发画了，还能擦干净吗？有嘛大惊小怪的？小小不说了吗？这是临时木业硅胶皮沙发，这是耐磨耐。你爱我，我爱你，蜜雪冰城甜蜜蜜。一个，滚，再一个。有你这样的话，拿你把臭袜子弹姐姐。我这是唱歌，让姐姐先练一段。你快打住吧，你把这袜子都冒烟了，快搁洗衣机里去。哎，等会儿，先拿过来，我先喷两下。要不都是真菌，脚气都这么得，去送回去。嘛玩意儿都是真菌？你一说话就严重，不就几天没洗了吗？要不是我流鼻血，我早被你熏晕了。擀面袜子别乱扔，有那那味儿呢。哎呦我的妈！社会很单纯，复杂的是人。小马，你家这个头发给剃下来了。姐姐还要参加话剧比赛呢，你这给姐姐推了，姐姐还怎么演白娘子的？没事，让她圆白。米娅，你给我等着的，等我砍姐姐头发，我再找你算账。看这头发颜色不像是你的，但是又眼熟呢。妈妈，这好像是你的。于佳，我让你尝尝七匹狼的味道。妈妈，你误会我了，每一个掉了我的头发，都我妈已经不能见证了，我都一个个的珍藏起来了。真是用心的大小子，告诉妈妈你是用什么时候剃的头发？他用的是这个。啊！我今天就让你眼花。哎。先把头发洗了吧，用妈妈给你买的爱抚养护发持久香，一定让你养好。我想见你，这头像我的呀。你睡觉你就找事儿，给你按摩点，别要一点就给你摩，彻底吗？干什么事都别老想着自己，这样是不对的，你知道吗？姐姐过来，上中间睡来。我在哪屋啊？哎呦我的妈！你就在地下睡吧，姐姐也还击了，差不多得了。不行，我今天必须让他记着。行了，睡觉吧。你看你熬夜，皮肤都变差了。给你买了瓶 SK2 神仙水，让你享受一下。你又乱花钱。这是我在石头 APP 买的，现在有活动，正品 SK2 只要200多。我还在评论区领了188福利，没花多少钱。好说你不听，别怪我跟你急眼。孩子能在地下睡吗？睡在地上的那是狗。